Hello， 欢迎回到萨斯风小秘诀。萨斯风可以运用吹奏方式的改变来产生不同的音色及效果变化。流行乐当中以喉音及撕裂音的应用最多，而这两个技巧常常容易被搞混，使用的时机也不一样。就让我们更深入的来了解这两个技巧的不同及练习方式。喉音及撕裂音都是运用音色的改变来制造出更强烈的情绪张力。喉音可以产生如同嘶吼般的效果，但是当音域越来越高的时候，它的效果反而会逐渐的变弱。所以在极高音的时候，反而会使用撕裂音来代替，甚至是得到更强烈的效果。通常在第二个八度的发以上的音符，就会开始使用撕裂音。而这两个技巧的吹奏方式是截然不同的。喉音的练习请参考之前喉音的影片。接下来我们将会介绍撕裂音的使用时机及练习方式。撕裂音的原理是在吹奏的音符之下同时产生一个声音。在萨斯风的音符上有几个音是特别容易产生撕裂音的。练习时优先使用这样的音符来练习。例如高音的发及升发，并且使用 front key 来演奏。练习时可以试着将下嘴唇接触竹片的位置往前移动，直到发出撕裂音。这时候要特别注意维持音准，所以会感觉到下嘴唇需要用更多的力气去维持嘴型，气流的部分也需要推得更多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每一个音的撕裂音嘴唇位置都会有些微的不同，所以当这两个音可以稳定吹出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再尝试往上的音符。当这些音符都可以吹出撕裂音后，可以再往下的音符练习。这时候要特别注意几件事：不同的乐器及不同的吹嘴竹片搭配，在吹奏撕裂音的时候都会产生不同的难度，而且并不是每个音符都可以顺利的演奏出来，所以大家可以找出自己容易吹出撕裂音的部分。萨斯风在演变的历史当中，不断地有许多演奏家开发出不同的技巧，喉音及撕裂音都是其中一个部分。在歌曲中去添加这些技巧，可以帮助增加歌曲的张力，非常有趣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加分享，让更多人可以看到这个影片，学习到更多的技巧。萨斯风小秘诀，我们下次见。